风餐厅呢，就来拉牙牙看到一个狗瘦的啊，瘦的不得了，我喊他喊小吴把他关到那个福音餐厅那个玻璃门里头去待，看待到吧，太早的了，瘦的啊，一个鼓枪枪，看嘛。忙着嘛，忙着啊！那个纸箱高头啊，没上有人来了。哎呀，乖乖！哎，来拿点鸭子。我就是个丢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把门关到这边，他跑了。哎呀，终于救到了，终于救到了。哎呀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哈哈，乖乖，你看那个羊羊啊，他妈的，我去还要了个纸箱子。哎呀，乖乖。我就是看到他在那儿转一转的啊，照的的啊，我想是不是有人了，但是有人能没得那么瘦，那不会的哈。乖乖，我们一会儿回家家了啊，儿子，回家家就吃的了要了哈，儿子。啊，黄黄，快下车了，车了，回家家了。哎呀，我儿子乖他妈的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嗯，这个，哎呀，我这个蹄子有问题了，你看嘛，先关笼子哈。关笼子，马上把饭和水收下水哟、哦！哎，找你呀、啊，这个玩意儿是。这是昨天救回来的那个狗，你看这个黄狗，在福音餐厅救的，它胆子小的一直在打抖，你看好瘦，你看瘦成一大皮了，你看嘛，简直瘦的一个细壳一样了，还瘦的，你看。黄儿不害怕，不害怕妈妈呢，妈咪呢，不害怕啊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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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，你看胆子小的，一直在打抖。